泰国的警察、马来西亚的大使馆，请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暗示他们快点回来。他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罢了。那么你的儿子有跟你讲他去哪里吗？没有。他没有说去做工，什么都没有。他有拿 passport 那个去吗？没有。passport 都没拿去。那两个人来找他，有讲什么吗？他想他们出来，他哭跟我哭，他讲他很怕，他给他们抓，他不可以回来什么。然后现在有人担保他出来了，然后等他们。给他上法庭才能够回来。哦，是现在他等着他上法庭才可以回来的吗？这几天已经是 four days 了，真的我真的不了解，啊，有这样多的这个 case 啊，还是有人过去，很多这个是一个集团来的，他们是骗你们，啊，广东话讲买鸡仔啊，买鸡仔。大使馆也是很头痛啊，这边救那边怎么？你看，做了这样久才救了三个。那么你们过去，你们经过那个他发的手单，我没有认证。But all you all went through this Olympic course, all these are illegal. So please, if you see the Facebook or what, online or whatever lah, they offer you high salary job, please, be careful lah, consider public.